祝他快快乐乐成长，快快乐乐长大，像我一样无忧无虑。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就是有一个熊，熊贝尔，一个熊，他真的很可怕，然后他就是在打我，打我，打我。温柔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，一切新鲜，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。我觉得 B 栋是张哲远，因为他有那个东西。这个你的炒饭非常好吃，哔哩哔哩 like 真的。还有这个其实不是我的，它是张德元的。而且他不止在他的手机上自拍，而且全在我的手机上。哦，这是我的微信。现在我在听那个张德元媳妇的唱片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来这个，他这是我的东，哎，怎么说？东北，哎，不是，东北老师，对，他叫我圆儿哥。找不到很好的原因，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张志远哥哥。今天我还在给蔡蔡做一个动画啊，对吧？今天我就是他在那取代，我这东西叫又又，他就给他又又和安安慰希望我弄了，我弄了想吃又，我弄了想吃又，哎，对，都要我们标准的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。自成一派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说我觉得派派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干啥呀？没啥可教了，已经都教过了。我想带他去玩过山车，因为最近我感觉过山车好好玩哦。